打打杂吗？打杂，打杂是刚又有看鬼哦。打杂就是很琐碎的事情，也就是说，打杂的工作有你跟没有你，对整个来讲差别不大的那种工作叫做打杂。阿娇真的是一个打杂的工作吗？打到特侦组共和价位也不分案，故意按那个夹起来，我们要把整个事情综合起来看的时候，真的只有看看账不管账，真的或者是管账不管钱，还是说真的只有打杂，还是像特侦组讲的不分案？因为这根本都没什么谈过茶，是不是呢？嘿，这足奇怪呢。其实头拄啊，陈廷辉委员甲段宜康委员讲的，拢有因的道理伫个啦。因为一个国家最高监察署的特侦组，一个发言人出来讲一段这种话，你无感觉大家拢感觉足奇怪？特侦组的发言人呢，几摆讲话，头一摆讲陈启祥，这算哪子走自首？那就哪门子自首？啊，外头就甲特侦组警告啊，讲你那发言啊，你的发言哦。他算不算自首，不是你特侦组可以决定的哦。后摆审判时，法官也去认定的。今日我看到伊发言者，你徛来讲，段宜康的立场讲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侦办的监察官蔡鸿仁讲，鲨鱼精鱼小虾米啊。对。什么特侦组的监察官自己认为伊是小虾米呢？那谁是精鱼？啊，谁是真鲨鱼？当然是你们谁认定啊？啊，谁是精鱼？啊，什么人是精鱼啊？长官还是？更大咖的被告，为什么不分案？当初第一案发生上钱的时阵，是检察总长下令分案的呢，特他案落去的呢。是，啊，这摆检察总长来地点点，怪怪。黄世明，你不是说没有不敢办的案子吗？那怎么来跟你考验吗？你当然当讲啊，证据还未充足的，但是你的发言人公价位不当到极点呢。好像陈廷辉委员应该得带着马公你特侦组，你就要换发言人了。你发言人可以讲说外界的意见可以参考，哎，办案跟参考外界的意见啊。你办案是证据在哪里？有线索你就赶快去抓。甲今日为止，所有关系人的银行户头，你有总查无？总扣掉无？拢无。但水笔案件、邱毅人案件，大家拢银行户头控掉，你特侦组有无？甲即马咱无看到伊去银行，所有户头拢控制掉的。你今日一个发言人出来讲话，无你嘛讲啊？这个我们现在因为进度的缓慢，外界有意见，我们现在加强这个速度。都会当讲，你前面去讲一个什么不分案，安怎，你给外界，搁你误解你特侦组嘛。所以看开这件案件，当然是顶头有副总统这个关系在的啦。但是咱怎么无怀疑副总统犯罪呢？副总统买单用证人去做证的呢，陈水扁嘛不用团去啊，尤云龙的华联案件嘛不用团去，你为什么未让团？你不团副总统没关系，你至少传问阿娇嘛，你跟吴门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电话不时的联络是联络什么事情？阿娇，你的银行户头有没有什么公账私账？你买单问的啊，为什么你都不去叮当的和人怀疑讲这件代志办个家？但是我认为内底后边问题，是马英九的问题啊。哦，照你讲哦。我讲话，你今日迄张相片无传，道长，你讲你逐工要藏在后边，有啊哈，我也有可能无传，我是有当时啊无甲摕出来，但是逐工拢查，来，稍等，来，我知你要讲这张啦吼，来，马志，来，马志吼，马英九甲咱的林律师吼，啊两个人啊含情脉脉相对，但我要讲，这不是男女之情，这是选举之情啦，选举马志的迄种含情脉脉，你看，好，这一般的认知，你们是出代志。上大的怀疑就是你马英九总统嘛，因为关系甲遮深，尤其是总统伫位选举的时阵，甲斗阵呢，麦子啊，麦子，你免说立法委员2010年摕到6300万，伊即摆咧选立委总统的时阵又开落去无？这咱唔知啦，咱当然嘛唔知，咱也知就抓到证据啊。对啊，啊为什么即摆唔敢传林前报？你唔敢？咱唔知，就是讲。你特侦组爱去查啦，重点在遮啦。林前辈，你唔敢传，就是当人问到讲，我当初咧选这场大选的时阵，我高雄乌牌开偌济落去？我高雄红，伊是红牌啦，不是乌牌。你讲红牌开偌济落去？不是乌牌，红牌。所以当初为什么消息一出来的时阵，大家讲，哦，林一这条代志后壁有人咧从林一死，无记甲倒一排去啊。所以马英九已经撇清讲，哎呦，这是吴伯雄提拔的人，不是我提拔的人。为什么去讲遐话？其实我对你，你实在有够冤枉啦。你若学马英九头一讲出来时阵，有关我的问题，静候调查。不管总统已经指示了，层级多高都要调查。今日你赢得尊敬足悬，但是你怎么变做啥啦？马英九咧拆黑楼，
来知影救迄个人就知影，这跳迄落无要烧到伊啊，中即间就甲跳伊散啦。啊、哦，你讲要跳伊散袂啦，不可能啦。我也是要回归迄个问题本身吼，就像刘英雄讲的，伊就是伤过吼。啊，自视甚高啦，所以一定能够以金高也当讲吼，不过剪不断理还乱啦，他就要走防火墙吼，结果呢欲盖弥彰啦，所以我感觉吼特侦组我感觉较规案，全国人咧看，唔那是在亚洲，大概全国咧看，看特侦组你怎么办案，为何一个布洛加吴文忠，或者是郭仁才会将摕一千万，而且又中介费，这中介费也是吃红，也是要转手。到底是怎么样？你没有做一个社会交代，然后这个就不寻常了哦。吴文忠跟陈启祥算是亲家哦，那为了钱母来拜托台积，钱母安尼个啊收一千万，这安收的嘞？这违反台湾的民俗跟人情啦。在咱台湾的社会内底，还佫无人安尼啦。到底是不是要转手？这个物件还佫无交代清楚。第二，特侦组咱一直在要求讲，他这个案子林义士这个案，从他的家族。也没有在横向去发展，从官邸也没有去行政秘书长的官邸也没有去进行搜索，行政秘书长办公室也没有去搜索。另外，他的家族的整个旁枝末节，这个无做对外交代，相当重要。中共、中联这些横向，包括官方，包括有没有明代涉及，包括有没有共犯结构，对目前特侦组无做任何交代，干那讲传唤。啊，就叫到伊安尼来听。另外，佫上重要哦，这里面不单只是地勇这家公司哦，大地量、台协等等，这有三组门神哦。那三组门神，你为什么这组你甲咱绑到这来听？甲咱要绑到地勇来听？这就我感觉较奇怪。就这样一个结构里面，你怎么去横向发展、纵向？而且在2010年收这6300万之前还有没有？或是在8300这当中？6300到8300这中间还有没有，或是其他的案，这东西爱查嘛？对，无查起来袂使。尤其阿娇的角色到底是安怎？要甲大家报告一下，厂商已经都出来讲话了，讲有啦，啊，确实阮清钱了，甲阿娇清钱。来，咱来看一下 VCR 来。阿娇姐坦承，曾经在选举期间帮姐夫吴敦义管账，有印刷业者也证实，的确是向阿娇姐请款。地总不要卖新的证件，我是甲交清无唔对啦。10万、10几万这样子。对，都那有可能。你啊，你有开这点积累积比较多的点，相对就请的比较多嘛。当年还是承揽文宣印刷的小公司，对阿娇姐印象深刻。只要报价，阿娇姐都不会刁难。民进党中执委洪志坤更爆料，阿娇姐在民国83年和87年的两次选举中角色吃重。起码有3000位以上的厂商都曾向他请款，甚至选举结余款也是由他负责，根本是吴敦义的长期账房。阿娇绝对不是只是单纯的看看账帮帮忙，不只是支出，而且包括吴敦义的这个募款的收入的等等，阿娇也有经手。金报阿娇姐不是单纯管钱，在地方上蓝绿都知道，选举时期要请款就得找阿娇。杨吴敦义轻描淡写，单家管的小姨子变成一天一报的震撼弹。厂商都出来证实阿娇请款要向阿娇，所以咱来听一下观众朋友你的意见：阿娇到底是不是管账的，还是看账的，还是打杂的？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样。来，咱来投胡先生，欧先生你好。主持人及各位为台湾发声的来宾，大家好。其实这些都是马英九总统他在这个为2016年的选战在布局啦。那因为他们这种对统战的作战方式是很明确的，他们联络次要敌人，打击主要敌人，其实他是为下一代郝龙斌或是朱立伦在铺路啦。他们眼中绝对不会让台湾的政权留给台湾人再来执政，所以他先把吴敦义副总统这个角色把它定位为台湾人就是会贪污，跟陈水扁总统一样，就把它抹黑污蔑。你看目前马英九总统有出来说任何一句话吗？所以我希望各位来宾，而且我们全国的台湾同胞们，真的要好好看清楚他的角色跟面目是什么。感恩各位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嘉义曾显喜庄先生你好。庄先生，哎喂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请讲，哎，我是讲哦，吴敦义啊，这大家看嘛，知影对不对？
电信早就是无咧办嘛。嗯。哎，像阿边人咧办，大家伊就翘起，阿都金融账号、伊小姨啊，啥物人提提出来，大家调调调查查就知影。嗯。那后底啊，讲啊，这啊，大家面台，恁遐国民党、民进党的，有诶里里口口的，大家面台大家有钱啊，大家买厝买啊，侪像萧万长啦，啥物人大家拢住豪宅啊。大家都是公务人员，是要怎去拿这么多钱？我老爸也是公务人员，我做一世人。啊，马英九他两个女儿去美国，啊，刚才做一个市长，啊，我就存了这么多钱，都没有人开，都免开哦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咱现在屏东范先生，范先生，来，范先生。啊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嘿嘿，咱讲一下啦，哎呦。哎，你直接讲哦，你直接讲好不好？哎，好阿姨，哎，你直接讲，唔当停哦。因进讲办未出来啊，咱就直接甲办嘛，啊办未行。啊好，多谢哦，咱会阁继续甲办安尼啦。好，来，树林游小姐，来，游小姐你好。好，哎，你好。是，请讲。我想要问一个问题，大概也是思考一个问题哈。哎，因为阿娇。不是一开始本来住在高雄，啊，为什么伊敢不是林业事的代志，是破了，伊就避风头，跑到宜兰去，啊，即摆了，互三立新闻找出来了，只好准多少个搬转去高雄嘛，啊，所以到底伊是什么重要，真不需要避风头，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思考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中华邓先生，郑先生你好。哎、欸，你好，徐律师。是，你好。大家好，哎、hey, ，大家好，请讲。哎、hey. ，大家意见现在都在讨论吴副总统的问题了。嗯，那、啊、就是毕竟他有没有挂钩，没有挂钩。我认为这种都是无用之谈了哈。嗯，最主要他是林立士没有发生之前，他曾经去大化工去大化工业区去视察。嗯，那视察看的那个环境，还有那个任务点，他现在是一人之上。万人之下，一人之上，万人之下的一个副总统，看到那个环境，他不会去联想。如果是为了百姓想，他应当是联想，这是有什么问题，会可以在那里生，这种工厂可以生存。嗯，他如果为了百姓，他应当去追踪这种来源是有什么矛盾。嗯，应当他会想到这一点才对。嗯嗯。我认为他这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人。嗯，如果是一个领导人，好的领导人，因为体会到那种环境，那附近的这百姓的苦。是，多谢，谢谢。哎，来，台北李小姐，台北李小姐、哎、你好，大家好。哎，是。我讲哦，这贪污洞哦，这诈骗集团哦，强盗政府啦。嗯。你一个总工，伊在清了几啊十间公司。啊，就一直洗钱，一直洗钱，对啊，洗去大陆一年会洗退几十条，啊，美国唔知洗偌济，啊，边个总统喺外口才五六亿，伊有法都查出来，你就知影讲伊的钱有外国谁洗倒伊藏偌济啊啦，美国都洗偌济啊，对无？所以这个诈骗集团呐，无回到台湾都未安别平安啦，再继续骗台湾人安尼尔啦，诈继续在骗，继续在诈财啦。好，多谢，哎，谢谢哈，哎、卖想激动。反正吼、哦，咱尽量对，我们尽我们的力量。咱希望特侦组也要尽你们的力量。其实，我相信民间的力量都是在帮特侦组，在当你们的后盾。没有人去干扰你们办案，希望你们好好来建立人民对司法的信心。在这个案子里面，因为太多的民众，我等一下会再把有关的这些民调，人家对你特侦组的信任度，认为你特侦组会办到什么程度。还有呢，后面有没有大咖的，有没有更高层的人涉案？这些民调我们也给大家看，哎，会给特侦组看，也会给大家看。我相信特侦组也在看节目。阿伯，你不要发这个新民工，人家在干扰你，人家在给你下指导题。我想你不会这样声明，所以我相信你们在看。想一想，人民的感受是什么？我要再次讲一句话：法律没有那么高深，法律就是生活啦。教育即生活，法律即生活，我要再次强调这一点。所以不要用很高深认为法律多么的专业，人民都会听不懂，没有这一回事。人民心中一把尺，
非常的清楚。来，咱即马休息，后街东，咱继续。